在大拇指广场的西侧啊，大拇指的西侧啊，这个大白帆底下啊，现在飘扬着五星红旗啊。今天呢，咱们小白杨艺术团呢，这个2024年啊，这个演出活动啊，这个启动仪式啊，启动啊，今天晚上啊，也就是5月21号正式开始啊。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吧。我们应邀过来啊。来到这个地方啊，看看这个小白杨艺术团啊，给这个大棚底下啊，装了4个大的扬声器啊，还有新的灯啊，这过去没见啊，我也好久没过来了。哎呦，这边锣鼓先敲起来了，龙也舞起来了。我刚问一下，是哪个队伍？他们说是志愿者队伍。这是热场啊。这个舞龙热场啊，银滩管乐团在这个山海国团长的带领下呢，先演奏一曲迎宾曲啊。歌唱祖国。老年大学的美女们来助阵啊！大合唱。光头杨团长给大家讲话，掌声欢迎。2024年。我们17年的首场，就是说今年的首场，现在今天开始拉开序幕。我首先感谢今天所有的摄影师和所有的就是给我们台前幕后给我们帮助的老师们，还有我们好多爱心人士，向你们表示感谢。17年来，在我们老团长于振声的带领下，我们一直走到了今天。从他交给我这个担任以来呢，我们竭尽全力，就说整个从软件硬件我们一定要做得最好，带给我们整个银滩的不少乡亲们，带给所有的人，特别感谢我们管委会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你们。两个主持人，一个叫蒋德利，一个叫刘英。柳山银滩大拇指广场上，滨海新区小白杨艺术团一年一度的乡下晚会开幕式今天顺利启动。银滩管乐团我在和我们的在银滩的各位音乐家们演奏一首好送给大家，谢谢。好日子，老年大学的布鲁斯班啊，这个表演的是《好运来》。唱者叫盛运来，这是老鹰大学的摩托班表演的花哟。
一路上，张童真祝福祖国。Thank you.
声二重唱啊，我和飞花和石头二位老师。好，